顾小满，林娜呢？你干嘛？你要找我吵架？谁有那么多闲工夫跟你吵架？沈老师说下节实验课要换一批新的大题，让我叫你帮忙运到教室去。实验课不是明天的吗？怎么现在就要去？说是要提前准备。怎么，你不信？不是。那就走吧。那你等我一下。顾小满，你是不是以为是个人都会宠着你？好吧，走吧。小满，林娜娜，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沈老师说让我们运一下实验课的大体。运大体？哦，实验课不是明天吗？好像说是做什么准备吧。哎呀，顾小满，你要去不去啊？等你到了，别说大体了，什么都凉了。刘丹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那我也去帮忙好了。好呀。不行。为什么呀？我找你去是因为你力气大呀。刘丹就算了吧，我不想和他一起去，到时候大体哪磕着碰着算我责任怎么办？我力气比你大吧。我就是不想和你一起去。顾小满，你要去不去？要不你也别去了。哎，我去我去。什么人嘛，他一叫小姐还嫌我了。好了，刘丹，那我先去了，一会儿回来一起吃饭。嗯，拜拜。其他人呢？啊，他们应该已经进去了吧？还不是怪你磨磨蹭蹭的。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他们早就搬完大体回去了，我只不过是负责锁门而已。哦，那我们也快一点吧。顾小满，你到底是真蠢还是假蠢？你这样让我觉得骗你很没有意思。你说什么？林娜娜，你干什么呀？快干嘛？我跟你说过这笔账我记下了，你中午不是笑得很开心吗？是在笑啊。你别玩了，你快把门打开。谁跟你玩了？你要现在向我求情，我就放你出来。你和沈晨阳分手的事儿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。你到现在还那么说，你知不知道我和他在一起我没有一天是开心过，我每天都在担心你会不会又招惹到他，他会不会离开我。你都已经有所案了，你为什么还不放过他？林娜娜，自从你和沈晨阳在一起以后，我基本上就没跟他说过话。我最清楚自己的男朋友和别的女生在一起是什么心情了，我怎么会对你做出这种事儿呢？那你的意思就是沈晨阳他自己犯贱放不下你是吧？我就更犯贱了，连这样都留不住他是吗？我不是。我顾小满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们。哎，林娜娜，哎，你别玩了，快回来啊。林娜娜，不是吧，没有信号啊。